旁边我们一撕，可能会撕到水线，要先把水线保护下来啊。那这样子，我们等一下撕的时候，它就不会跑到里面来，把那个水线破坏掉。啊，你看，它就好了，它就不会破坏到水线。 刚刚的动作呢？刚刚用，这个它都共用的。这个刚刚我们用那个打的时候是带路，最后还得要撕哈。 我们只有三个小时的时间哈，那么我会把基本把那个简单的先做出来，然后把造型都做好啊，因为三个小时可能还不够用，要做的很细的话不够哈。
是呢，有点不多什么啦。
卖给大公司，做那个啊，大公司啊，终于到现场了。To make the perfect and nice. 啊，这个有在这里后面，